都想要一直黏在身边。那就不要在一起。希望可以比爸爸还帅。他爸我是来有教的。要比你爸帅真的是有点难。那很难走。敢追吗？你们配吗？看到这一点我会觉得很新鲜。怎么了？不帅，真的、啊。哎，你知道最近有流行一个词汇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知道。我还没讲完就不知道。叫做母胎单身美女。母胎什么呀、啊？母胎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他们打从母胎出来之后呢，就单身到现在。啊？没交过男朋友？那简直就是跟你极致的相反，你是最。所以相对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年纪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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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些都很年轻哦。年轻没交男朋友很正常，怎么可能？可是也过了那个，比如说正常求学期间。对，我的意思应该要交了。他比如说现在24岁嘛，应该要交了，可是没有交嘛，迟迟没有交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来一个，果然是大哥，别谢谢。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们身上可能有一些问题。哦，搞不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单身到现在，是隐疾啊。我们今天就来解决他们这些疑难杂症，你来解决，我们大家嘛，一起来诊断一下吧。是是是。而且我们今天还要请到我们这个，对，要讲就是 Q 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帅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地刚。好，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那个小，我的小舅子，你的小舅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还是 L B 的弟弟 ？L B 是你吗 ？L B 的弟弟是你的小舅子。哎，那 L B 是你的什么？我的。你自己讲，自己讲，反正最新的吗？现在可以自己爽的哦。哇，他是他亲弟弟，对对，亲弟弟啊，真像地刚，对，是地刚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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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婚了没有？还没还没还没，有没有？我姐都还没结婚，有没有交女朋友？有啦有有，女朋友有。OK， 什么时候开始就进入这个秘密？大概差不多4-5年，因为其实之前是姐姐先去找老师算嘛，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家友一起去，然后我本来就蛮有兴趣的，所以就跟着老师拜师。那就来，那就你就就位了。对，没有，不是。你们两个男生干什么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交过男朋友，我们要探讨探讨到底怎么回事。首先第一位，请问。你到现在都没有交男朋友是真的吗？对啊。你交男朋友条件是什么？我希望男生独立一点，不要随时都想要一直黏在身边。那就不要在一起了。爱就是要随时随地黏在一起。我说谈恋爱啊，谈恋爱哪有这个？哦，好好，那个下个月见。哪有这个？就是你是希望有独立的空间是吗？对，我比较希望有自己的时间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星座？双子。双子座怎么？双子座，对呀。什么血型 ？O 型。咦？破音，破音，破音。请问你三围是？3D2333。他这样子怎么可能？他说谎。我们先看剪影，看他是不是真的。剪影。哦，这个有点这个生疏，直性脊椎炎。平常没有这样摆过哦。哦，有，是头发的关系啊。可是你看他这样，对不对？很漂亮啊，其实身材很好，人模人样的。走，哎呀，终于赛圈，说不定脱单成功就在今天。劝我，劝我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先没有表情。预备，请偷看。对对对，怎么可能？对呀，哦，哎，应该是会早就感觉交7-8个了。就是你如果年轻的时候看到他这个状态，招色哦，对，是吧？应该是会啊，攀谈两句的。是是是，你不是不止攀谈吗？对对对，你攀上去，攀上去。哇塞，腿这个腿怎么可能？哇塞，哇，蓬蓬裙哎，白鞋公主啊。白雪公主，哇，请转一圈。礼物哦，哇塞，哎呦，感觉期待恋爱的少女，来，哦，可能，我今年26。
啊，26岁耶，26，怎么会这样？26岁到现在没有交过男朋友，人总有发情，不是发情，人总有这个想要青春期的寂寞的时候。然后或渐渐长大以后，对异性一定有一定的需求。那你寂寞的时候，你都不会想要说去交一个不太独立的男人？是，可能都是女校，然后大学就是也是都女生，然后我就觉得跟姐妹一起啊，好朋友一起就好了，就好像也不太需要一定要跟男性异性。请问两位，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，哎，是，哦，听起来很好听。像这种，你们难道不会想要追求吗？嗯。我觉得一般男生一定会追的，这肯定追求啊。对啊，我们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动机，就是长相，或者感觉，体味、体态之类的。你味是？可以，有些很男人味，男人味哦。你觉得是阳光的吧？阳光，很健康的感觉，很干净。一人摆个阳光的表情，预备，阳光。好，预备，昏暗。昏暗，就准备要这样了。阳光，阳光，这样可以。OK， 这两个感觉起来阳光。我觉得他比较阳光。哎，谢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感觉就是有点僵硬的感觉。僵硬 ，OK。硬掰出来。那男人是这样，女人呢、啊？女人都喜欢男人讲些好听的啊。要哄啊，你反而不喜欢、哦、就是我之前，因为我是拍照外拍嘛，然后我之前就在我的 FB 上面，然后摆了一张我的外拍的作品，然后就有一个那时候有觉得有点暧昧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再理这个人。哎呦，什么？就是、我要吃掉你。没有，就是他就看到我的照片就说，哎、欸，甜品的全身。他有点类似，他说你这张嘟嘴照就是嘴唇看起来好嘟，然后好想让人亲一口，然后我就觉得太恶心了吧，我又没有跟你什么关系啊，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句话、啊，起码你要在一起了才讲嘛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不行。你讲话还蛮快的、嗯、哦，对，有点找不到空隙。家里面你是独生女吗？我是最小的。最小的。嗯。那前面的是姐姐。哥姐姐。姐姐一个姐姐。姐姐结婚了吗？还没，她也单身。啊？她也交过吧？她交过一个而已。那你问、哦？因为爸爸比较严。爸爸就是会跟踪，像我们之前就是想要说，哎、欸，认识新朋友要出去，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发现，就是爸爸妈妈会一直打电话，然后爸爸就是会跟踪。所以你爸爸妈妈真心是？我会发现是因为那一次，我爸就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问你说要不要吃晚餐，你说不饿，结果他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去学校之前为什么又再去买，就是去买晚餐去学校？然后其实那一次我买晚餐是想跟同学一起吃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原来是爸爸跟踪我。爸爸就对，然后就尴尬。还有一次，姐姐跟男朋友去看夜景，看，哎，那夜景好漂亮，一回头男朋友不见了，到现在还没。爸爸掳走了。爸爸会就是直接追去，然后就是直接跟那个男生讲话，因为那一次姐姐那一个男朋友就是这样，他就跟那个男生说你干嘛要跟他在一起？你跟他在一起怎么样？然后就是那个男生吓到。两个人看夜景的，他爸来，比如你是女人，对，真的。走过去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跟他？压力太大。没有，爸爸没有坐下，爸爸站着这样子。直问了爸爸。姐姐跟我说，我就说太可怕。那我还好，我觉得也都还没那个，不然这样很丢脸。你现在啊，26岁，爸妈还管你紧。等你36岁的时候，他们就后悔，他们就担心，他们会一直在外面找男生回来相亲哦。爸爸妈妈有没有陪你来录影？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在台北，爸爸妈妈在中部。那今晚就换你了，你很厉害呀！没有跟来，他每天看爸妈在这里。不是之前我就，摄影师怎么换人了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，我有一次因为我接活动拍照，然后我就想说奇怪，怎么有人叫我的他哦叫小凡子，因为妈妈才会叫我小凡子，对，卢明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，而且是一个女生的声音叫我，然后我就这样一看，因为都是摄影师在拍照，妈妈怎么出现？我说妈妈怎么在这？然后没有啊，因为我太想你，想说看你在干嘛，然后就连工作他也要出现。哇哟，这个他确实过盯人，过度保护，对啊，太担心了，这个已经不是妈宝的问题。是宝妈，
没有，因为妈妈把他们真的是把当成宝一般锁在身边，是愿意放手。你爸妈是不是跟你讲过，如果你交男朋友，希望这就是你结婚的对象？他是跟我说，就是你不要交，因为你他不要不要交不要交。我现在比较还好一点，我大学嘛，大学之前他说你不能交，你交了你就死定。就是我就把你打死，哦吓我一跳，你叫你就中毒死，没有，他没有打死啊，因为他觉得我心灵还没办法接受说，心灵，就是如果一个男生如果说在一起，然后万一他可能怎么样很坏啊，男生都坏，而且我爸爸说男生都是坏的，乱讲，男生都是坏的，那你爸是女生喽？我爸说就是因为他是男生，所以他懂男生在想。我们真的是坏的，我们是坏透。那 OK， 那你自己对本身对于男朋友或男生这件事情，你会有排斥吗？我就不想要，就是我觉得朋友可以，就当朋友就好了。我们要请教一下老师，他这个你用你的专业了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感情会这样子的封闭？在他命盘里面，他自己夫妻宫又有一个克。克，所以变成说他这个相克，其实大家可能讲说命盘我们又看不懂，但这个克它是会产生在脸上的，我们可以看脸上，对，克在哪里？今天就跟各位主持人讲一下，就是，哎呦，像一般来讲啦，我们面相上的夫妻宫，哎，现在人类很少长相，古人现在人很少，但我们就看位置啦，就是红色这个位置有没有？这边就是一般我们所讲夫妻宫，是，那你看。云凡他很明显在眼角这边，眼角有一颗有个痣，右眼的眼角有一颗痣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边这边有一颗痣，那一般对这边有一颗痣，然后这边有颗青春痘，喂，有一颗青。好，一般来讲就是这两个位置，只要有纹，比如说十字纹或者有痣，或者说像有凹陷，一般讲夫妻宫凹陷，这种在感情上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这样子的困阻。点痣有没有用？点痣那个痣是首先一定要先把它点掉，因为它面相上就不好。像一般有人，比如说夫妻宫这边凹陷，他就会找整形外科打玻尿酸，把它填充完。就是这个第一件一定要慢做。那男生也是这样吗？男生也是一样。哟，你完了，他怎么了？你看他这边超多痣。我们那是斑，晒太阳。这算不算？就是只要有，其实斑也算了。斑也算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这不一定是没有，不一定是没有感情，但有斑可以做掉啊。感情的有时候镭射就打掉了，碰到一些挫折，比较严重是一种十字的纹路，比方说他会，比方说他有时候有些人这边会有一个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叉叉，哎呦，这种人要特别注意，会怎样？会有暴力倾向，哎呦，然后就是恐怖情人，哇，你大十字。十字架，我现在抱你停下来。抚平，抚平，抚平你的十字纹。红哥、曲哥、翔哥，你们觉得他要怎么样的改变才可以顺利交到男朋友？我觉得，我没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有觉得你就先觉得了，不是啊，他老师说的，他已经五三次了，我觉得三次了，啊，曲哥有我觉得，曲哥先觉得，我觉得要你哈，就遇到一个男孩子哦，刚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，你不要因为他某一个不顺你心或者是不合你的意哈，你就把他打枪了。我觉得还是要多相处一阵子，你要看到他优点，不要尽看他缺点。其实交男朋友很舒服，舒服，交过，那个现在不知道我十字纹了，十字纹跑出来。你应该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对啊，因为你对自我要求太严格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变成你要去主导你的感情世界，而不是被动的。因为人家给你机会，你就要给人家机会，因为你又不是长得有问题，对，试试看嘛。对，然后呢，你自己的父母，你要去跟他沟通，你说我长大了，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交友，我自己心中有一把尺。对啊，知道吗？那今天晚上如果这两个请你吃饭，你会跟谁去？我觉得应该他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感觉就是，因为你刚刚也说他就是比较诚恳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今天要请你吃饭是曲哥可以。他看起来就很老实，就这种你就可以吗？但我还是要把两个女生朋友。哇塞！恭喜恭喜！这是三个。最想要找一个。不是，他女儿会去啦，他女儿都会去。好，谢谢你哈，来一个。嗨，你好。Hello。
怎么了？来，请问你什么星座的？射手。怎么写？射手。O 型。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4D24半36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再爆个你们吓到。好、啊，请问你的身高是？178公分。哇塞！哇，那这问题出现了，原来问题出现了，你在这里、啊、不一定哦。这怎么可能、啊？哎，大哥，射手，我也是射手。好好，麻烦一下，麻烦大哥，缘分来了，棒子哥。为什么要棒子？别冷静。好，打自己吗？继续戳他。有个刑警，我们刚才不是这样面无表情？帅哦，自己 Q 了，因为你面无表情，大家以为你生气，生气了。我是配合，哎，这个一定要有美感，对，气帅。哇塞，你怎么不动了？久了，你刚刚那一段越戏，不太可能，不要骗人，来我这里骗人就倒霉。好，你怎么可能会没有男朋友？是真的吗？骗你打算看哦。腿应该会拉很久、哦。哇，拉这么久！腿这还没有拉完哦，还没到这里。哇塞，20岁，他已经哇这个哇塞，20岁，20岁，请教你一下，你交男友的条件是什么？希望男友所有行程都向我报备。啊？你是交通勤务组的？他亲情嘛 ，OK， 亲情报备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欸、你不是来过吗？有可能，因为他才刚满，才满两年。你几岁？哦，20岁。对，才满两年啊，才成年两年了。哦，是是是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跟你报备？因为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。嗯，对，但是我不会限制说你要去哪，但只要你向我报备就可以。大方，有这样的想法。这种不止报备，我还叫你宝贝。哎呦，哇塞，你这个越来越下流了。双鸭起来。是哦，哎，请问一下，当然了，你的身高确实给一些男生压力，有点压力。怎么样的压力呢，曲哥？他上次跟我比过身高，这，是不是178？168。如果他再穿高跟鞋，就差20公分。他现在已经差型了，现在就是高跟鞋。你会因为就是说身高问题，导致说真的很多男生不敢来追求你吗？其实也还好哎。那为什么你都没有交男朋友？因为我15岁就已经当 model。对，可是我因为事业心比较重。事业线比较重，事业线是重，对，事业线比较重，所以不会想说要谈感情这件事，而且家人也管比较严。而且不是，对，就是做 model 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，不管男女都一样，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都是极品，对，型男美女的。然后看久了以后，会不会看到这一流的？哎，反而他觉得新鲜。对，我正是这样讲，我看到这一流，会觉得很新鲜，很想接触一下。嗯。不会。那对呀、啊，因为你们常常看到，比如说男 model 个子高，身材好，长得也 OK， 对不对？有一些甚至于个性很好。那会不会说啊，你们的标准会很高？因为我其实不喜欢就是身体重的人，我反而喜欢胖胖的。对，重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因为比较安全感。大叔的哦，好像喜欢肥子哦。嗯。你说你15岁就做模特，那你也看了，其实你的社会经历也比较多，那你是不是跟他们讲的一样，就是认为说男人其实都不老实？我是这么觉得。真的假的？所以要报备。对，还是要给女生足够安全感。那你会要彼此有独立的空间吗？独立的空间，就比如说不要天天黏在一起啊之类的、啊，这样。他可以天天黏着你，这样。我还是觉得不要太黏比较好吧。是是。对，有时候给彼此空间。本性。射手座还是希望跟恋人有一定的距离。啊，喜欢自由。不能太黏了、啊。要喜欢远端遥控就对了。啊，并不到那里。那边也太远。你们在 model 界看到很多男人的劈腿，所以你认为劈腿是男人的天性吗？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吧。是不是？对啦，不能以一概全了。对，当然。真心话大考验。有劈过腿的，请举手。一、
二、三，哇！你们这些骗子，哎、欸，好像哦，骗子脸，没表情，没表情。我一问就三个转，完全没有听到啊！对，结果这很屌，真的屌。你喜欢真正的男人型是哪一个？其实我喜欢霸气一点的男生。真假的？吓到！对对对对。可是他内心也是温柔的，就像康哥这样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会讲话。没有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。哦、真的、啊，那就甩骰子吧。那骰子后面那个、啊，不用骰就是康哥了，还骰什么？人家已经点名了，后面那一颗了，玩什么的？三哥来。对啊，而且他就点名康哥了，不用骰，六个都玩。没，让你爽一下，让晴晴自己。哎、按摩可以吗？按摩太普通，太普通了，让他自己骰了。对啊，你喜欢哪一个？让他自己骰，你喜欢哪一个？自己选好了。抱抱十秒，好不好？喂东西，可以那个十指紧扣就好了。不要十指紧扣就好了。紧扣还是？不是，他说要十指紧扣。十指紧扣，十指紧扣。好，招待你，双手，十指摆上双手，二十指。二十指紧扣，我的逻辑你不懂的。Music， 霸气，面对的时候却又有温柔的一面。哇，十指十指，眼对眼十秒。眼睛不能逃避，旋转旋转，享受，旋转旋转，亲一下，太快太快，慢慢靠近，慢慢高低起伏，慢慢的高低，高低起伏，高低起伏啊，你们喜欢他？为什么？亲亲啊！哇塞！哎，亲到了，亲到了，亲到了，这样够不够？还不要玩什么？不用，可以，不用啊，可以 ，OK， 那就是其实哦，他的问题跟他又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同，嗯。他是完全是缘分未到，对对对，而且你太年轻，才20岁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还是真的要多去看一下，真的你才知道说男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。嗯，那不要急，你 OK 了，对，哥，那安全感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虽然说你的安全感是那样的方式，可是永远记住一件事情，男人的天性是骗人，男人很常常骗人，就是不是说你说哎报备就好，不能这样。所以不过大部分的男生是为了我跟什么啊骗人？怎么骗人？怎么写？Never， 好，我只是不讲而已，开玩笑啊。好，请坐，欢迎。嗨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请问你不交男友的啊？不，你交男友的条件是什么？爱我就要爱我的 man， 不能选我美女人味。man 啊，哦，很 man 啊，是 man 的。哦，你是 man 的。我超级 man， 超级 man 的，听声音也只会打人吗？哇塞，张一东，这不用三彩子，直接就被打哦。乖，那边来，正常表情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不 man 啊。我声音，他说外，他是个性，可能是个性，个性 man， 个性，个性跟声音 man， 可是他脸，对，他是可爱，他是那种会想娶回家，反差感很大的女生，反差感很大，真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还是维权，是家政妇吧，是不是想，对对对，哦，一二三，嗨，哦，嗨，像，你好，你好，声音跟脸好不搭，怎么会这么 man 呢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以前都是读女校，然后就是女生就是喜欢你，就开戏啊，不是，就是女生，你知道，就是女生只要在一起就会做很疯狂的事情，可能穿着四角裤到处跑来跑去的，对，然后我不知不觉就是形象都没了，就变成这么固定。你曾经喜欢过男人吗？当然，就是动心，没有动过心哦。对，没有啊，遇不到一个你心仪的对象。就除了能接受你的 man 之外 ，OK， 首先在外表上来讲，你哪一种男生才可以打动？斯文一点，然后比较聪明一点，有自己的想法。这边我们讲以外表，七个男生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符合斯文聪明一点的外表？曲哥吧。啊，他不要呵呵。这样，
没距离感，没距离，对，感觉比较亲和力，亲切，对。在长大这个过程中，总会有人写个情书给你之类的吧？就是基本上都没有，但是就是我被妈妈还有妹妹联手就是出卖到报废公社啊，对对对啊，报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去爆料公社，爆料公社，报废，报废是那个机车报废，对，报废公社，他是报废的时候爆料报废，他上面写说报废公社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可能以为是打广告，所以被删，但是我妈妈打来要求我再po，我姐姐二十五年来没跟男生单独出去过，对，只要放假就会回家，生活很单纯，也没交过男友，然后哭。可是你看他这样好可爱，一点也不 man 啊！他的照片，这是角度啦，这个也不 man 啊。角度问题，说实在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的脸哦，对啊，他脸其实不 man 的，你是自己的个性导致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镇定，真的真的，这是你，谢谢。对，喜欢。哦，这个就比较 man， 这个就比较 man， 对。嗯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这多可爱啊！那这张怎么 man？ 你曾经因为一直没有交男友，然后去求助于。算命师哦，对，算命师怎么说你？他就那个一拿起来看，就说：“哇塞，阿丽的命中无头花啊！”啊，对，然后就说：“啊，真的假的？”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哎呦，啊，这是被安怎？”嗯，对，然后就是之后就是他说：“虽然我有追求者，但是都不了了之。”你自从登了那个以后，追求者应该有变啊，自动报名的有哎，然后狂私讯我，那很好啊，对啊，他就可能就是他。他就是讲一些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是当医生的，我是当警察的，然后说我可以拿我的警徽向你立誓，我会保护你。他说，我就很傻眼，但是我是一个非常矛盾，我可以跟你这样子畅谈，但是呢，就是我在网络上就是可能保护意识比较强，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，我没有办法就是跟他聊天，所以就这样就断了。你可以约他出来啊，嗯，对啊，那警察呢？警察出来喝个茶嘛。对啊，约他到那个门诊门口。太出手，那酒东西被偷了嘛？对啊，不是面聊，那很好啊，因为他的长相其实是甜美，是，对，哦，那人家会想要保护你，那有什么不好？就是比较喜欢自由自在，无拘束，对，我的个性啊就是奔放的野马，奔放的野马，乱形容，所以他少了一个打扮，对，是。还有那个味道，因为他选择无拘无束嘛，所以他就不打扮，打扮女生会比较拘束一点。平常喜欢的休闲活动是什么？我的休闲活动会慢跑，然后弹琴唱歌。那你先唱首歌给我们听好吗？好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你想唱哪一曲？那我就唱《告白气球》。告白气球，跟大家告白一下。告白气球，来，麻烦，预备，告白气球。亲爱的，爱上。好不容易建立起有一点甜美的感觉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表象蛮可爱的啊，其实你其实，在我们眼中，你是一个很让人容易亲近，而且很可爱的小女生。是，嗯，谢谢大家，这是我们最喜欢的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因为人家已经讲他是没有桃花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在算的时候，我也有算到说他，那个老师说命中没有桃花，但我是。算到他是先天的婚姻有，就是说，目前他的状况并不是他交不到男朋友啊，是他现在只是他可能还没有那个意愿动机去。但当有一天他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出现的时候，他也很难步入婚姻。那解法的话，其实还是有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桃花，只是比较麻烦一点，就是你可能每天，就当你开始有动念想要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就要记得每天要念《金刚经》。金刚经，真的假的？金刚经是很金刚经能量很大的经耶。你是在开玩笑？我不是在笑。你说真的假的？你不要做梗哎！没有，这是认真的。还是我出家？节目是求慰藉的。对，我希望你要念金刚经才对。那你也要跟他讲金刚经去哪里买嘛？没有 ，Google 就有了，都找。我都可以送你一本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到他先天的婚姻有破。
所以这个比较麻烦一点，就是我通常会建议，就假如我的客人来找我是这个状况的话，嗯，就会你先结婚嘛，结婚之后你就会登记离婚。哦，那破解你就自己破了嘛，你就先硬了，他只要一次就可以，一次就至少你有破过一次，你不要说那我的婚姻是完整，那我就会硬到这个结。那我们跟你讲，来来来。嗯，跟他退群，是不是跟他去登记？那我的婚也破了，你们破没关系，我们破没关系，也是啊，放拉巴破一个。对啊，而且张立东你一直在破，不用这么麻烦了，他可以跟他真正的对象去登记结婚，再登记离婚，那最后再去登记结婚，这样就多一道手续，对，就可以，就做一个破解了。所以那个老师虽然说命中没有桃花，但其实他还是有方法解决，可以把它给破解。有没有记得？记得，就是先这两个点，然后第二天打一巴掌，然后再离婚。他现在，然后先破，然后再过一天，我又爱你了，然后又再。不然你要跟他讲清楚了，不然他可能觉得你对你跟他讲是这个精神有病。赵老师教你方式，破一下，搞不好哎，从此哦，对啊，生六个孩子。说不定一百，说不定，对不对？那你还是要打扮一下啦。对啊，打扮一下，而且这个发型真的换掉了。而且你从一出来站姿，你就是一直这个样子。而且脚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像他们女生，他们就剪到脚，剪到脚，好可爱。对啊，对对好，不会了。不然我还以为你是来打扫摄影棚的人。从改变自己开始了。对啊，嗯，是跟他学一下，跟他们两个学一下，打扮一下。对啊，你来一下。今天便当吃什么？先问，只有还回答。然后你不要在这个个性一直在跟人家玩下去。好，来，请坐，谢谢。不可能，又来一个，怎么可能？请问一下，你交男友的条件是？虽然很难，但是希望可以比爸爸还帅。你爸爸帅吧？哦，所以他爸一定很帅。那我跟你讲，这有点难。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2C 24 33身高172哦，高挑，也是高的，高挑，而且72高挑。他今天好有型，他穿平底 ，OK， 哦，他只有一点点跟，就不想给某三个人难看。嗯，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看的真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哎，就在我面前，来来来，那边那边。我看到底可不可能？先来个没有脸，不是没有脸，没有脸，没有表情，没有脸。对，预备，嘿，开始。哦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可是他这个条件吧？不会，跟你这样看他，嗯，他条件是不是很高？对，应该是。他爸爸一定很帅，嗯，不然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女儿？对，真的，哇塞！哦、来，请坐。对，他长得很帅。他不是长得他那个五官长得正，应该很正啊。哦。哎腿是腿哎，那不腿是手呢？腿是腿，是腿很美。腿是腿。哎，曼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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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出年纪哦。曼婷好像那个偶像剧的名字。深呼吸哦。曼婷，曼婷。这个有点扯。大家好，他爸我们老朋友了，我们认识吗？认识的啊，我们老朋友，你们老朋友，而且我跟他还蛮好的。焦恩俊，是小李飞刀，你爸是小李飞刀本人啊？是啊，哦，要比你爸帅真的是有点难，那很难找哎。而且你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过你，有，我有记得，那时候我跟你爸在拍戏，嗯，我们在拍那个什么《军官与淑女》。哇！我记得我常常在现场嘛，就是会跟着爸爸。以你们两个年轻人，如果知道他这样的条件，那他父亲又是焦恩俊，你们敢追吗？你们配吗？会被他爸爸说我配？真的、啊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哦却步？会有压力、哦，会，会有距离感。如果万一交往要说要第一次要见父母的时候，嗯，你一定不愿意，压力大到爆炸。不是，你一定不愿意见他父母，因为是玩玩的，能不见就不见，纯玩的，纯玩的是不能见的。哦，原来，对，我原来你不要走心，还没有走心呢、啊。你从小应该也被妈妈管的。嗯，就是父母亲会对于异性朋友这一块特别的紧盯我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就不希望我太早交男朋友。你家里面管就对男性管的比较严格，
对。那为什么要把你的笔都收走？哦，这个是因为，我在国中的时候会很流行同学之间会传纸条，上课传纸条。有一次不小心被老师抓到了，然后刚好是跟男生朋友传纸条，就是一个群组这样。你们内容写的一定很恐怖。不会啊，为什么会恐怖？就可能说下课要吃什么啊，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联系。从那之后，就是老师有写联络簿回家。从那之后，我妈就是每天写情书给老师，就说：“亲爱的老师，请紧盯我们家曼婷，不要让她再跟异性怎么样传纸条之类的。”那你有没有暧昧过的男生对象？总有动心的，主动出击过吧？同校的吗？我是喜欢一个男生的话，会主动追的女生。哇，对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嘛，那一次就是没追到。对，因为我虽然会主动，但是我不会到真的非常明显，我可能会在旁边游来游去，随来随去的那一种。然后后来发现喜欢的那个对象是一个渔夫，很喜欢撒网。哦，而且撒那种流刺网，什么鱼都吃。哦，很过分。对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在年轻的时候，总是这些人会比较受阻。他已经长得条件不错啦，是学校的学长，对啊，有才这样，谈吐什么的啊，不太一样。可是你没追到他，我觉得算是福气。对啦，要不然你就被他伤得多深啊。对，对不对？他很奇怪，他就是把男女之间的那种相处，想象成那种所谓的偶像剧那样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一直都会有一些女生都会有一些幻想嘛。那我小时候就是电视儿童，我非常喜欢看一些偶像剧或者是历史剧。那 F4《流星花园》那个时候我刚好有跟上，然后常常会做梦，梦到自己是里面的杉菜。就觉得总觉得上大学之后应该会发生这种事情。那不要哭啦。杉菜在 F4 里面是喜欢谁啊？道明寺。道明寺。那你喜欢道明寺吗？当时的道明寺的霸气还不错，我喜欢男生有那种气场。那外形呢？外形还可以啦。可以啦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OK， 还是喜欢男生的个性像好一点就对了。对，可是你这样上了大学并没有发生你所谓的浪漫的事情，你会不会很失望啊？失望啊，可是爸爸好像很高兴。当然，爸爸在笑你。就是其实我跟他谈论过这个问题，我说：“哎，老爸，如果我交男朋友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”他就讲：“你来看看呢。”对啊，跟他过两周。没有，你不能怪你爸，你爸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他算乖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你是宅女啊？我是宅女。啊？为什么要宅在家里？在家里有什么快乐的呢？没有，因为我喜欢打打拳，然后看看电影啊，然后不太喜欢出门，就觉得没什么新鲜的地方可以去。打什么拳？我五哥也会。我现在有在格斗，练格斗跟拳击。格斗啊？对。来哦，有没有兴趣？格斗，一起格。不是，如果女生练格斗或者是用拳击，你们会觉得很特别呢，还是会怕？会怕吧，女生力道就。哎呦，看不起人家。我是说女生的力道不太会，而且你跟他花拳绣腿的意思。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捶他一拳给我们看。没有，不要用捶，一巴掌。这里，对对。好。需要热身吗？你那个环会不会痛？不会不会不会。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。我怕镶进去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机会好好掌握。对，好戏。哎，有话先请来的，来，听好，听好，听好，听住，预备。你不要看我。对，不能看。打你的脸，立冬，你看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。你说什么？他砸？真的吗？没事没事，好的。打一个不想痛。不行。他力气很大哎，练过啊，力气很大哎。那你现在如果交男朋友，你愿意交比你小的吗？我觉得年纪其实不是问题，是吗？往上加或者往下，往下还是不要好了。往上比较好。对啊，你往下的话太幼稚了。对，而且你才二三岁。他二三岁，可他我觉得他二三岁，他的年龄跟他的感觉，他算是比较成熟的。是，嗯，谈吐各方面眼界比较大，对，看过大事。那老师，
那他的感情这个被这样管制，你觉得怎么办？是怎么办？他的金木水火土五行里面，他是属于火，而且是那种非常旺。嗯，你想要把那个火势控制住，本来就很困难嘛，所以你要控制他、管束他，本身就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我不太建议你找年纪比较小的，因为通常比较稍微有一点男孩子个性的人啊，他会比较有时候会比较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，所以你会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来包容你的脾气个性。对对，是腊肉。要把我们都讲腊肉，怎么这样讲？你不要吃腐肉就好了。腊肉没关系。所以你要找一些比你年长几岁，现在23岁嘛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再过几年爸爸就急了。而且以你对他来说啦，明年就会是一个还不错的哦。有，恭喜，你可以注意一下明年。哎哈，焦恩俊他明年就是不错的。明年，明年，明年的秋天可以注意他自己拍的秋天啊，秋天可以注意一些秋天新认识的对象。其实谈恋爱不是坏事，但是呢，眼光要明，要找到好男人，这才重要。是因为没有经验，所以会不知道怎么挑。慢慢累积，好，累积多相处，多相处，对，累积就有经验。对啊，第一次挑就多了解这些，你就是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要被他表面功夫给欺骗。嗯嗯，看谁？看我外表一点功夫。我说对不对？我外表一点功夫都没有。好，加油。好，请坐。最后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，考验着老师的功力以及四位的真诚度。请问老师，他们四个里面有没有人说谎？啊？刚刚这问题问的非常的，有人交往过，犀利，高明，假的。我在算的时候，你不成功变成人，就有觉得应该有一位，就是我觉得他。应该有要有过桃花才对。哎呦，是哪一位呢？是云凡。哎呦，他有交过男朋友？他应该是有过一次，就是有过桃花才对。就是其他三位就是真的就是蛮，不然就是他有交，但是怕爸妈知道不敢不敢讲，然后硬接这个通告，对不对？或者有可能在他的心里，他不觉得这已经是交往了。哦，他的认知上没交往，对对。但是他应该是有一个。可是还蛮多人这样讲，因为他们因为我可能工作关系，然后又敢穿露的，然后跟个性上，然后所以你们干嘛？然后就蛮多人会这样讲，可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是给人家的感觉吧。OK， 好，好，晴晴，我相信你，一定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对自己粉丝这么好，不然呢？啊，也是。好了，那今天就没关系，刚刚我们还是讲。男女谈恋爱不是一个坏事，不是一个伤天害理事，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。对啊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稳住脚步，不要一头栽进去，然后变成一个悲剧。就男人是要多观察的，那你们也要多去认识多一点男生，才知道你真正喜欢是哪一种、哪一个类型的男人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都找到一个真心爱你们最重要。祝福四位，好，今天谢谢大家。祝福。谢谢。